要欢迎我们的大来宾，这一位啊，出道了30年，终于要开演唱会了，让我们欢迎杨哲。杨毅，杨毅，哎，哎，大家好，谢谢谢谢，哇，各出新专辑，哎，我这是我第16张的新专辑，16张，第16张，这一张可以是说我历年来所有的专辑里面，最快达成100万的点阅率的，这是什么款的能力啊？是这歌非常的洗脑，是讲，也写人生啊，从出世落土定八字，对，然后细汉和父母亲呵护到长大的时候，他必须要自己面对人生了嘛，对，他来就是运，运在家己创造命运啊，不管你是落土加金汤匙啊，还是讲善巧囡啊，你到运的这个区块的时候，就是咱家己创造命运的时代。是。然后到尾啊，终究还是要面临到年老的时候。不管你善家也好家，你就是一定爱认命，然后呢，把握当下呢。好消息，听讲，是哪公出这个第16专辑？是。要开演唱会啊，是啊。每年1月20号，也是在我们的台中的中心大学惠春堂。哎，今天杨哲大哥被带来都是唱歌曲。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来，这回来演奏。偏偏也未过13年啦。